你即马会当甲我讲啊？是安怎伊叫王有芳？伊甲你共姓，而且名阁差一个字。这人是我妈妈对无？我来问问你，这侪年真正是我的故障？我已经十八岁，我毋是囡仔。不管你有什么苦衷，讲出来，拢比阮妈阁较好。当当年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阮妈让你牵连着对无？这一切，拢甲你做杀手有关系对无？唔对，我一当初也未做杀手，我是为着你，为着趁钱我才了落。所以是阮妈牵连着你。我袂讲是伊牵连着我，因为伊嘛是无辜的。我若怨叹我家己，迄当阵袂赴赶到现场，去保护伊安全。我真正是特种部队出身的，啊！不过逐个月我只有放假的时阵，我才会当出来，所以我根本就毋知影你妈妈迄当阵交往的对象，伊到底是甚么款的背景。我是单纯的抓准讲，伊就是京东的生理啦。一直到有一天，你要出事，你妈用打电话。伊叫我一定要保护伊，我才知影，原来你的亲生爸爸是有黑道背景。当时你的亲生爸爸，伊需要甲另外一个帮派千金联姻，才会当阻挡两边的人差一点仔声带一关压力。啊！那你跟你妈妈，就因当作动怒的石头，因为着爱你小心，甚至派出杀手，要来处理掉你母阿囝。所以迄天，你拄着迄个人，嘛甲这件代志有关系。人叫做西亚，当当年就是带头派人要杀死母阿囝。那你阮妈，伊我赶到伊时阵，你妈已经掉枪了。伊眼睛剩最后一口气，就是要等我出来。伊甲你教我，叫我一定要好好保护你，甲你切用大汉，袂当好任何人切着你。然后。那伊就断气啊！我为个小妹在铁面头前断气啊！为当阵抱着你，我嘛真想要甲伊做伙带走，啊！不过西海地人已经落来啊！我抱着你，想要甲伊来只大枪拼，啊！不过我一个人真正拼袂过伊遮济人。一世人为个大鬼伫做，就是因为为伊，我才会当躲过一劫。先生，先生，手头这红影出事无偌久就拄到在，不过伊是无辜的，我拜托你。我拜托你救我，我以后做牛做马来报答你。停在车顶边，坐下。头上一条路，呀，对。
是，请教你，你敢有看到一个查甫人，啊一个囡仔，跪只走过？无。咁真实嘞，伊是歹人哦，真危险。希望你会当老实讲。我唔相信你问我要怎啊？阿姨在家，敢你的？你敢有听到囡仔声？这附近的鸟真多啦。哎，啊，你是咧怎啊？我才想要问讲，恁是咧怎啊？一大群人安尼吵吵闹闹，我鱼仔拢互恁吵到拢走去啊！即摆我钓鱼的金毛是做歹，还阁有啦，这是树林的所在呢，无人稳准哦。恁安尼走入来，人是会用报警。喂，阮只是来找人的尔，你是听无人话哦啦。若真正有人走来之后，咪走去桥顶遐去，要唔走？干，我要了。你已经走，多谢你，我欠你两条性命。莫安尼讲，不过我想应该在附近，我直接开车送你离开较妥当。李东尊，那不是先跟俺斗三工，恐惊的，咱拢躲未过伊工。你所想要怎样的代志，我拢老老实实坦白跟你讲。啊，不过我未要求你马上就要接受，因为爸爸，因为我会给你时间。你用性命来保护我、照顾我，对我来讲就是我的爸爸。是安怎？我要改嘴。意思是讲，你愿意原谅我？你做这款代志，拢是要保护我。我无伫场讲啥，啊，不过我想要知影，还是阮妈的恶毒是啥？是啥物帮派？这个代志无需要知影，因为甲你无任何牵连。我是董事长嘞，哪会跟我不牵连啊？这件代志我不安生，要阮骂你一世人诶！所有诶代志，伫十八年前就应该结束啊！我已经失去一个小妹，我未敢讲失去你。既然你阁愿意叫我一声爸爸，听我话，拄仔你就当作是听故事，故事结束啊，咱继续过咱诶生活就好。真哪有可能啊！无你问晴天，伊阿爸知影伊的身世了后，敢有法度回去原本的生活？依琳，这两项代志根本无法度比啊！对我来讲，拢同款，因为我的命运应该变啊。所以爸，我拜托你，我有权利知影代志真相。我不会有浪费掉你的人生，你要继续做我的后生，继续做自由身汪依林。你给我考一个大学，毕业了后找一个足好的头路，你安安稳稳过一生，敢无？安尼我算啥？我做人后生，我妈为着要保护我，失去伊的性命，结果嘞，我煞不知影原受人是啥。若是迄阵人来找我嘞？我搁伫遐戆戆，唔知影死活。即嘛是敌在暗，我在明。安尼我们都是互人拍假的。一定阿妈真正搁敢来，也搁有我挡伫个头前。
我上手已经垃圾了，我无要紧。不过你无同款，你就要清清白白、清清气气，你就要有出脱，你就要走出你人生的一条路，你才有法度安慰你妈妈在天之灵啊！爸，这件代志无当参详，叫你莫再去问着，莫再问啊！因拢有你知影的代志，就到这为止。为今日开始，这件代志我一个理由未讲，你嘛甲我两滴巴肚来。你只要甲我知影，你永远拢是王爷的，永远是我王有德的后生，安尼就够啊！听清楚无？回答我，你听清楚无？一定就无代志，你是不是有感觉足安慰的？妈。这些妈妈，你都还在骗你，是的。感谢你活生命，为着要保护我，牺牲你自己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。我一点呀，有你两家的温情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照顾我自己，做一个让你感觉骄傲的后生。妈，你教我教好你上心的阿兄，对我来讲，你不是阿姑，你就是我的爸爸。妈，阮两个你上亲的人，一定会好好活的，你不用烦恼。妈，爸，我想要知影妈搁较济个代志，你敢袂当讲我听？好，到底两回？两岁的时阵开始偷地，我的糖啊开始讲。